混乱。看了这些替身，你还能确定荧屏上看到的是明星本人吗？当你兴奋地走近点想看个究竟，才发现并不是明星本人。那么你很可能遇到了这么一群人，他们虽然没有名气，却可以代替明星在影片中表演。有的出演了一些高难度动作，有的只是提供一个背影，但也是整个表演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替身演员真的可以以假乱真吗？小编找到他们和明星在一起的照片，让我们来一遍真假吧。伊琳达·卡特女士，70年代电视剧《神奇女侠》的扮演者，反正小编是分不清哪个是她。神奇女侠，英语 Wonder Woman，也译作神力女超人，是一名出现于 DC 漫画的虚构超级英雄角色。一，该角色由美国心理学家和作家威廉·莫尔顿·马斯顿创作。一，他首次登场于群星漫画八，1941年12月与迷情漫画一，1942年1月神秘女超人的漫画已由 DC 漫画不间断的发行，除了1986年短暂的沉寂。二，她被描绘成一个为正义、爱情、和平而战的女英雄，使得神秘女超人成为女性主义的象征。三、四、五，艾玛沃森在哈利波特里的替身都可以凑一块打一桌麻将了。哈利波特，英语 Harry Potter， 英国作家 J.K. 罗琳的奇幻文学系列小说，描写主角哈利波特在霍格华兹魔法学校七年学习生活中的冒险故事。该系列被翻译成75种语言，在超过200个国家出版，所有版本的总销售量逾4至4亿5千万本，2013年7月名列世界上最畅销小说之列。约翰尼·德普在加勒比海盗里的海盗形象真是深入人心，替身演员这烟熏妆也是相当到位的。加勒比海盗，英语Pirates of the Caribbean， 是由华特迪士尼影业发行的奇幻历险电影系列，截至2017年6月上映了5部，其中前三部由戈尔维宾斯基执导，第四部由罗伯马歇尔执导，四部影片均由杰瑞布鲁克海默制片，编剧则包括特里鲁西奥、泰德艾略特、斯图尔特·贝亚蒂耶和杰沃尔伯特。这四部电影都是以迪士尼公司旗下的加勒比海盗主题公园景点为基础，讲述了以海盗船长杰克斯派罗、约翰尼德普士的传奇经历为主线的一系列历险故事。片中其他几位主要演员还包括奥兰多·布鲁姆、凯拉·奈特利、杰弗里·拉什、凯文·麦克纳利、比尔·奈伊、佩妮洛普·克鲁兹和伊温·麦克肖恩。魔戒里霍比特人是矮人族，电影里专门为伊利亚伍德找来了一名身材矮小的替身演员。魔戒，英语 The Lord of the Rings， 是一部由英国牛津大学教授、语言学家 J.R.R. 托尔金创作的史诗奇幻文学作品。这个故事原是托尔金早年创作的儿童幻想小说《哈比人历险记》，英语 The Hobbit， 1937年秩序篇。但随着故事的发展逐渐变得恢宏庞大，
要做狼叔丘杰克曼替身，不仅发型要酷炫，身材也要棒棒的。金刚狼 Wolverine 是美国漫威漫画旗下超级英雄，初次登场于不可思议的浩克 The Incredible Hulk 第187 1974年10月，由莱恩·维恩、约翰·罗尼塔、赫伯特·林普联合创造。本名詹姆斯·豪利特、罗根·豪利特 James Hunlett Logan Hunlett， 19世纪出生于加拿大的阿尔伯塔省。自从儿时发现自己的生父杀死自己的养父后，罗根的变种人能力便开始显现出来。他拥有延缓衰老和极强的自愈能力，双手还可以伸出骨爪。后来被威廉史崔克抓走，并对其实施 X 武器计划，骨骼被注入艾德曼合金，受伤的骨爪被无坚不摧的钢爪所取代。这时的罗根正式成为金刚狼 Wolverine， 之后他加入了 X 战警和复仇者联盟等超级英雄团队。凯特温斯莱特泰坦尼克号的替身不知道替了哪一部分，但小编确信肯定不是脸。铁达尼号，英语 Titanic， 台湾、港澳、马新等地译铁达尼号，是一部于1997年上映的美国史诗浪漫灾难电影，由詹姆斯卡梅隆创作、编辑、制作、导演及监制。电影部分情节是根据1953年的同名电影改编。男女主角为里奥纳多·迪卡皮欧、凯特·温斯莱特